那么要说在这么多部电视剧最为火爆的，就要属于郑大叔的《延禧攻略》了。这部剧可以说是向来宫斗剧中的一股清流，女主人设可以说是反套路进行的，不但是柔软弱弱的傻白甜，反而是个腹黑心计 girl， 一路过关斩将，就连王爷太妃都不放在眼里，着实让观众对宫斗剧又改写了三观。那么今日菲菲姐要说的是剧中富察皇后的贴身丫鬟尔晴，她原名叫西塔纳尔晴，祖父曾是一等大臣，但由于年岁已高逐步衰败，本来应该进宫当贵人的尔晴不得已成了丫鬟的身份，卸任不论是谁心里都会有点不舒服的。但好在她进宫后成了皇后身边的一等宫女，位置尽管不高，但和其他的丫鬟比较位置要高许多。一开端菲菲姐觉得尔晴是那种温顺又仁慈的人，比名誉好了不知道多少，害得菲菲姐骂了良久的名誉，以为尔晴今后肯定是女主的好帮手，没想到一贯看人很准的菲菲姐这次也打脸了，竟错把豺狼当绵羊了。自从薇璎珞来到皇后身边，尔晴的改变一天比一天显著，尤其是尔晴竟然暗暗的也喜爱傅恒，看来傅恒小哥哥还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呢。可待尔晴得知了傅恒喜爱的人并非是自己儿时薇璎珞之后，他的心计便彻底展露出来，理解名誉与璎珞的联系，且发现皇后娘娘也赞同于璎珞和傅恒，这让尔晴愈加肆无忌惮，视作误解让皇上看到，想尽一切方法来离散两人。终究尔晴赢了，用计让傅恒不得不娶了她。婚后他才发现，即便得到了傅恒的人也得不到他的心，尔晴便开端封了相同的摧残府里的丫鬟，将他残酷的一面展露无遗。其实在这个时分，尔晴现役心胸仇恨，他要想尽一切方法让傅恒尴尬，更要让皇后生不如死。可能有人会问，皇后对他那么好，为什么他要恨皇后呢？其实从璎珞一来，皇后便疏远了尔晴，处处都维护璎珞，这让尔晴觉得是皇后扔掉了她，所以她要报复。那么能报复皇后及让傅恒尴尬的就只要一个方法，那就是让皇上宠幸自己，这皇上那会看上她。尔晴便借着皇上醉酒后悄悄爬上了龙床，不得不说这事也就只要丧尽天良那尔晴才干得出来。借着此事，尔晴竟然在皇后痛失爱子后言无不尽，让皇后知道了自己的老公宠幸了弟媳，要害还一击就中的有了身孕。这关于刚刚失掉孩子的皇后来说，莫过所以丧命的冲击，而尔晴便很好的使用此事让皇后跳楼身亡。可以说尔晴才是那个害死皇后的真实凶手。璎珞得知此过后，便亲手让明玉杀死了尔晴，而尔晴在临死前才说出了安儿的亲生父亲。其实当晚皇上根本就没有宠幸他，一切都是尔晴制作的假象算了。假如皇上没有宠幸他，傅恒也没有和他同房，那么孩子到底是谁的呢？这十分是不是想到了素日里暗自调查尔晴的傅恒弟弟，其实孩子就是他的，只不过一向没有供认算了。直到尔晴死前的一番话才宣布，咱们一向都误解他了，他爬龙床的原因其实是他恨皇后和傅恒，所以才做出这一系列的动作来害这两姐弟，终究害人害己，死在了璎珞的手里，也算是让观众解恨了。但说到底，尔晴这一生的确是个凄惨的命运。